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凯恩。今天的任务是潜入高端派对啊，杀掉这个 Leader。这个 Leader 是个出了名的小偷啊，啥都偷，连隔壁老王的裤衩子都不放过。今天就要我来制止你啊！我先去找一件衣服，要不然进不去。兄弟，这件衣服还是挺好看的，就借我穿穿呗。怎么了？看你吐的挺惨的啊，我帮帮你。把它拖到柜子里，免得被发现。这下可以进去了吧？这个派对真够热闹啊！咦，这不是 Lita 吗？真够巧的。Hello，Lita。哦，对哦，你也不认识我。这么快就走了？我刚到你就走。等等我。先生，请留步，这里不能进。又不能去是吧？那我们再去找一件高级一点的衣服。嘿，你是新东方毕业的吗？不理我，给你一个扳手。换上他的衣服。现在天气热，就把你扔到冰箱里，凉快凉快吧。这下可以上去了吧？现在人多啊，不好下手，先看看情况，在这里做一下服务员，等个机会。哦，这个糟老头子应该就是来和 Lita 做交易的，趁着这个机会啊，把他们两个都扒拉了。就是现在，光荣完成任务，回家洗洗睡觉喽。